来做挑战，你知道我们做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要做什么挑战呢？我们要做三色挑战。哇，那挑战什么呀？我要挑战用三色挑战做三明治。哇，太好了！我准备了这个。明明要做三色挑战做三明治，你拿个飞镖干嘛？因为每次都蒙着眼睛嘛，太无聊了，所以我决定用飞镖来选颜色，一定会很有趣哦。我懂了、就是拿飞镖射这个，然后射到哪个颜色就是哪个颜色。Yes， 那我马上开始好不好？那就开始吧。Go！ 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抽颜色了。好，你看上面好多颜色哦。那就让你先来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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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啦，如果我没有扔中呢？还再来一次嘛？好，来，三二一。橙色会有什么呢？我现在想到是橙子，或是什么呢？现在呢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而且它是肉。你们看，这里有火腿，哈哈，粉色的 get。现在我选了一个起司片，因为我发现里面是橙色的。好了，我现在还剩银色跟金色，银色跟金色有什么？我想一下，这个奇多呀。算橙色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也是粉色的耶，它粉粉的。你们看这个肉，看哦，粉色的哈、哦。我觉得看到粉色很好，可以买很多肉。那我们先去蔬菜去看一下吧。哇，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好的，因为三明治里面一定要蔬菜嘛。但是这个是紫色的，太棒了！紫色收获一个。我现在呢发现了一个金色的东西，没错，就是黄油。你别看它的包装是银色的，其实它里面就是金色的。接下来呢就是蓝色的喽。银色的我真的想不出来耶，你们知道银色有什么吗？千万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。我发现啊，因为我们需要蓝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可以用一点这个蓝莓酱。Oh my god， 哎，这个很好哎。锡箔纸，这个包三明治是不是超完美的？这样我三明治就可以不用再加了，就直接带到学校去吃。Get， 爸爸，我现在这个三明治材料啊，都已经购买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制作吧。买完了，现在非常开心，可以回家了。走喽！大家，我们已经都买回来了。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食材啊，我这里呢这些呢都算是橙色的，比如说有橙色的酱啊，橙色的
炸油炸食品，对对对，然后呢有这个 cheese， 然后呢还有这个奇多我爱吃，然后还有那个紫色的呢就是紫甘蓝，对紫甘蓝，然后呢蓝色的呢就是这个蓝莓酱了，哦，很丰富哎。然后现在呢来给大家看一下月儿的，我觉得我的就是很简单，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粉色的肉，一个是蟹肉，然后一个是火腿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黄油了，就是金色的，金色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锡箔纸，这个刚刚告诉我是银色，这个是银色啊我以为是食物，对，但是银色的食物你真的见过吗？鱼皮飞飞厨神开始，好好，首先呢我觉得我要先抹一些黄油，我觉得我先要抹一点这个千岛酱，哇这个肯定很好吃，三明治呢一定要就是很多酱酱，哇，然后呢需要加上一个蔬菜，非常的非常的棒，然后呢再加一层这个非常非常美味的，美味的是什么？哇，芝士，咻咻贴上去了 ，OK。好，我现在呢要放火腿了。嘿嘿嘿嘿，哇，第二层呢？蟹肉。第二层呢，我要放不一样的酱，我放蓝莓酱。哇。第三层，现在这个面包片上涂上黄油。然后呢，这一层呢，我就要放上一个油炸食品，盖好，然后再放点油上去，然后呢，再放一个小小的酱，哇，好美哦！再加一点点料，完成，你都完成了，我还没有，我的很快，这个很大哎，放一个炸虾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给它经典一笔 ，OK， 我的三明治完成啦！试吃环节，没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还要再包一下，你知道，就是它整个就很重要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好吧，超像妹的没有吗？大家看哦，我这个就是里面真的是很多，我想说，克隆了。我发现你这个就是纯肉，就是肉到不行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经典都是比较简单的。OK， 我先把我这个虾。好吃，超好吃，是吗？因为它里面全是肉，然后配了那黄油，那个，我的天哪，油的感觉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就是真正的三明治，因为它里面可能也有菜，然后呢、也有炸东西，就会觉得它的味道是比较丰富的，而且里面会有就是三明治会用到的那种酱，你知道？我们要来相互尝一下对方的味道。我把我这个还没吃的给你尝了。哇，你这个是三明治的味道，你这个真的很实打实，就是感觉我吃了一口肉，好吃的好，好吃，实实好吃，好吃，真的是好吃。今天这个三色挑战我们太成功了。今天呢，我和月儿就一起玩了这个非常有趣的三色挑战之三明治。我觉得我三明治超好吃的，我觉得我的三明治超好吃的。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求助场外的小风铃了。没错，大家觉得我和月儿做的三明治谁的看起来更好吃呢？在留言告诉我们哟。喜欢今天视频，千万别忘记点赞还有订阅频道。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！快来确认小林玩具的其他精彩内容。惊喜活动、趣味、教育，小林玩具的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通过小林英语 APP 确认吧。朋友们，我们在这儿等你哦。